大家都有听过铁达尼号吧？那南安普顿这个城市就是铁达尼号的出航地，所以我今天带大家到市中心的铁达尼号博物馆参观。来到海洋城市博物馆里面，然后它现在有铁达尼号的展览，让大家身临其境的体验一下它的背景音。然后它的故事主轴是主要围绕在这几个人物，它这里有一些介绍。这边是当初在船上的乘客们，然后他有印他的居住地跟年龄。这边我觉得蛮可爱的是整个铁达尼号的内部构造，然后有些地方他做得很精致，给你们看一下很精致的一个房间的造型。然后这边是他的模拟二等船舱房间，另外还有收入生还者他们的录音访谈内容等等。那我觉得这整个展览看完之后真的会很震撼，所以有兴趣的人一定要去。